请收看《维新世界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 可以释放成知大家了解。再起咱继续过来讲解，大家学一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哦，大家学一经啊，公司行、客户、下客户等等，拢会当一条心。大家学一经啊，一家圆满嘛，一条心啊。 大家学易经啊，修行的路上可见性。大家学易经啊，国家、社会、天下会太平，这是真理。那对易经方法以来，哈、啊、已经有两百七十九集。那么这中间呢，正正教各位、教天这么多 在大概这么久的时间内，咱大家对易经唔在认识偌济。我相信啊，咱啊一一咱来研究学习的时啊，我相信咱已经对易经清清楚楚，嘛对咱的整个的人生啊有进一步的了解，嘛对社会进一步的了解，对自己的心、咱的性，会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原来人来世间。 都是这里的严，人来世间都是这里尊贵，人来世间都是这里的因缘，巧妙啊！人来世间都是这里哩，这啊！咁啊，好耍，人生啊，充满着欢喜。但是，咱有学业，经以后咱会安尼想。 也、就是，咱对易经无真正了解诶时，咱仍然充满着怨叹、怨恨、激动不、不满、排斥、消极、诽谤，种种黑暗诶心念甲行为，那安尼呢？咱得出去啊！虽然对易经弘扬以来， 哈，咱再三咧强调，咱人卡大阴阳，两界善恶两边啊，哈是非中间啊，咱往往家己要安怎做来人生咧，咱有一个目标啊，所以咱大家啊，哈，今日有这演缘，做着电视公司媒体来结这善缘呐，咱也、啊、真正感觉生生世世真心的善缘。 咁啊！人来世间啊，哈，上大的目的，就是要来世间体验咱的人生，咱嘅世间，咱来世间咧，是要互咱生命光辉更加提升。所以，咱的世间是欢喜的咱唔通悲哀，咱唔通怨叹，怨叹冇用啊！咱只有积极去前进。咱人啊，对开始出世以来， 登登踏踏，吼，坡坡折折，一坡过一坡，成功失败，失败成功，哈、啊，种种一直连轮轮轮轮到最后的阶段。当咱一旦悟到，战战兢兢，咱会当在行咱的人生的时啊，咱已经接近成功。但是咱成功啊，咱唔通学成功，教咱增加偷闲白眼。 咱成功以后，爱搁注意，爱搁较节制。咱成功以后咧，爱搁较一个约束自己，爱搁努力，努力啥？成功以后我那就努力。毋、嗯、是安尼讲，咱人来世间，咱的岁数是永无止境。世间嘅岁数有时阵，但是咱心灵、灵魂嘅生命，哈，无量劫几啊千一万岁，永远、永远的累。 无一个是停止啊！咱爱了解，咱世间嘅身体暂时使用几十年，咱开一台车暂时所开几十万公里，好，咱这个物件所用嘛，或者限度都无去啊。相对咱人嘅生命，世间嘅生命短短几十年中间呢，咱人生一点嘅卡大步呢，究竟要创啥呢？ 再三的强调，咱是要知音、感恩、报恩而来啊！真借人，甲人一条河，所以再三的跟恁强调，咱一个人事业会成功以后，咱袂使自满，要保持同时咱开始讲啊，我假如成功以后，我一定要做什么好事，要做回馈社会、回向社会、要奉献社会啊！所以。 我本人悟到一点，就是讲，我还未开悟以前呢，我要皈依佛；一旦当我开悟以后呢，我一定要皈依众生。我属于众生的，是安怎呢？我一旦开悟，是众生互我因缘合合，互我开悟。咁一旦我开悟以后呢，我一定会属于众生的。我发这愿以后呢？ 所以我在这《易经》风水方面啊，得到真侪助疏啊！往请得到贵国先生诸佛菩萨，给我的信心、给我智慧、加力量咧、啊，好、啊、一当我做，咱人来世间，哈、啊，这部《易经》啊，就是咱人生命的全部。所以啊，我愿意将我所学的咧、啊，照到媒体，借着这节钱一一年呐，来弘扬合大家。 这只是我悟到以后，我一定是属于大众的，唔、嗯、是属于我的，我是属于天天地一切大众的，因为我照着这个嘴，将这个妙法讲给大家了解。所以易经的妙法啊，不可思议。易经的妙法，若是无开悟的人，一定讲是伊是谣言惑众，讲伊学到外多；若是开悟的人啊， 一即是讲《易经》，即是咱的性命，《易经》即是咱的生活呀。各位信奉神明说咱希望大家啦，共同来学《易经》，来推推行《易经》。在咱家家户户、大家了解《易经》的真理的时候，我相信咱的社会会祥和，咱的人生会充满着幸福光明，咱的家庭一定充满着和谐。 咱的社会充满着祥和，国下国家咧，吼充满着太平盛世与境界。这是我本人所希望的，嘛是咱大家大众所希望的，嘛是诸天圣贤，尤其是贵国先祖王禅老做大慈大悲哈，一级的本愿啊！ 各位学方甚知识，现在咱来看即个《一经大法人真经》最后即段的经文。咱着着在讲记者追悔记者，記者哈，不不可穷呀！故受之以未节将恩，不不可穷呀！故受之,以姐之哈以未节将。

咱爱属于众生的回归，都当系服务大众。将咱所领悟的妙法，咱爱讲互大家知影，告诉大家，咱每个人内在诶生命究竟我是啥人？大众是啥人？阿弥陀佛、啊。 咱著是阿弥陀，咱诶本性著是阿弥陀，不生不生不灭，大慈大悲，迄粒、那个、真心无歹决心，咱诶本性拢是迄个。所以咱一旦成功以后，哈，咱袂使你讲哦，我一直想要去努努努车病，咱爱自然爱知足，哈，咱而且呢。 继续以外呢，对心灵去开发，去精进，对智慧去精进。也是讲咱成功以后呢，咱哇，感嘛做干嘛得意洋洋的事啊？咱爱注意，咱曾经个打落失败的路途咯，真系真惬意啊，真惬意。所以，无不可哈，经啊，经都、啊就是。 咱诶叫做转弯，哈，著、就是做下较停顿，阿是讲无限的扩张，这拢毋对去啊！所以五寿之意未尽、未完成啊！人伫世间是较踏步一点一点安尼尔，咱诶生命抑有未来。 相对啊，哈、啊，圣贤甲咱讲，咱成功袂使咧自满，袂使咧自傲。咱事业要成功一个阶段，但是对内心爱去探讨咱的人生，爱去揣测咱的心到底是啊？我要干什么？为人钱谈了以后，出来以后，就去世界怕世界会会乱来啊！搞尾啊？ 悲哀，佮走出来，又佮从头开始啊，未济。所以咱人成功，毋是代表以后拢成功。心经不见菩的心经啊，甲咱讲最后呢，切地切地，菩提切地，菩提心切地啊，讲各位啊，爱精进，精进一该放下。 放下靜靜靜靜啊！个精进，你毋好讲你精进了以后，我做安尼，我得意洋洋啊！未使，咱爱个努力去求精进，对心灵去精进，对咱诶性命诶光辉，咱爱个去萃去咱性命诶光辉啊！即才是咱诶人生。当咱成功以后啦，爱个做一件讲，我今日成功是啥人好啊？成功啥人，加好啊？成功诶。 大众天地信佛嘅因，互咱成功，人无偌何。所以咱一啲心灵的境界去开发，啲地因感恩去，然后回馈社会大众的境界去开发，去努力去做，這才是真真正正嘅人生啊！各位是荒是知识？若是咱一个人成功以后咧，你讲我以后要改，要安怎做？ 热时间咱开始一个性一个卦象，吼，火水未济啊，发作火水未济，面顶火下面水，一定上里下坎，叫做未完成，未完成。咱照讲是水伫面顶，火伫下骹，结果呢换作火伫面顶，水伫下骹，未济，我到达高这里、個。 获得增发，机去循环的经历啊，所以，就是有中忘喜之相啊。咱一个人成功啊，那么要欢乐呢？甲人看怎样成功，但是内心要欠啥？咱你每一个人成功以后呢，你也发觉我欠的物件有够侪。那么，欠的物件要对啥？上好呢？服务。 社会大众回馈社会，去做一挂有益社会公益去做善事，这是咱想人想互助想好嘅，一人都是安尼。若是咱钱趁着以后咧，一直得意洋洋开始骄傲，未晓要做布施，未晓做回馈社会一功德嘅人，上善，你有钱嘛？是善？ 你惊遮钱拍毋见，呢？由衷满意，你咪迄个烦恼。希望个有一天，我会个足好诶，一定空虚梦想。所以咱国语若有一个地位，咱成功以后咧，咱爱用心靠意去回想，去做布施穷用、哈发解穷穷用咧，咱社会大众诶工作，这正是咱真真正正做人诶基本原则。 那么，要是挂上，咱开始动冲熬夜，都是在成功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更加应当量力、努力不可行动过当啊！<music> 咱一个人成功与熬夜，你都爱 stop 爱注意啊！开始爱做检讨行为啊，开始爱做回馈社会啊，开始爱各甲心寡宁静俩，吼、嗯，应当量力，冇伫装呀。 一个人直直撞撞撞撞撞撞撞，撞到尾一定无气力。咱到达到目的地时，咱来消化休困，再加点气力，你要走就可走。那无只，你直走一定会将咱的性命，包括咱事业，等等，咱会可踏入失败的路径。 各位是方陈志胜，咱花水未者，八八六十四卦最后的一卦。伟人个老师啊，我这签六十四卦上歹的一卦，我恭喜你成功已经到一个阶段来了。但是你不用骄傲，哈、啊，未使你自满。哈、啊，你是什物未使自满呢？你未使哦，我成功多好，什物代志无要做后悔。火火 咱爱量力以外，咱要做心灵嘅提升。心灵嘅提升有啥物方法？上好方法咧，报施、财施、法嚟报施、无畏施，这三项都是咱提高心灵最高境界嘅不二法门。一、这个人若未晓报施啊，确实咱成功是无啥物意义。 一个人若免晓报死，咱成功了，咱嘛无什么好骄傲诶。咱顶多爱忏悔，爱建设。所以咱成功诶时刻啊，哈，咱爱做咱未晓行动、过动、做超出行为诶康愧。啊，咱则是党的骄傲，党的骄傲诶事啊，哈。哦 啊，就是讲在成功嘅最后关键时刻，自我节节节重要。我讲你个提醒，讲在成功最后诶，这个关键时刻，一个人要接近成功嘅时刻，迄一时啊，哈、啊，咱爱自我节节重要。那比如咱发明一个物件，就要到成功啊，好，你就是大意。 结果如果失败啊，咱拄接近成功诶阶段诶时啊，关键诶时刻，咱爱越节节家己，战战兢兢，越爱约束家己。当咱一个修行诶人，当咱已经在要接近开悟诶境界诶时啊，咱爱约束咱诶思想，约束咱诶行为，约束咱嘅贪嗔痴，咱爱约束自己。 那么，咱事业在成功诶人啊，都特别踏入成功诶时候沒有、哦、啊,啊，咱就要开始咁骄傲去啊，介样个一定搁崩落。倒退路学做退转啊，退转哈，咱即是当第三号，第三号，在成功诶最后关键时刻，哈、啊，应当心中一断然一冒险，成功关键的时刻。 哈，咱应该应当慎重、爱如慎重，要接近成功，爱如慎重。哪像化学元素咧？哦，一直得要成功、成功的事啊！你爱足注意，那无注意去爆炸起來，人、物件、命拢无去啊！所以，咱一个人得接近成功，要爱注意。 那当时我一心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南无净者念阿弥陀佛的时啊，念<新聞>到最后咧，第头咱头那即个头、這个心者咧，五指山一己蹦蹦蹦蹦啊，蹦到尾上尾记得蹦的是人上紧苦迄阵咱个魂啊，特别突出即个咱即个壳，咱即。 苦卡的是啊，甚至是上艰苦、上艰苦。迄阵安尼哦，到底欲阁继续,續、那個、啊？好，毋继续啊。好，迄个念头若阁啊，毋继续阁收持的是，毋继续阁念佛的是啊，咱一定阁对落，皆都取笑，走、啊、路加一个取笑的张老师张某某。所以咱要接近一个成功，也是接近最后的关键的是啊，咱爱注意慎重。 咱爱就是冒险，即是已经九十九趴的成功，九十九趴的利润是正确，九十九趴的宗旨是正确的是啊。最后迄一一趴呢，咱爱甲冒险。所以我在最艰苦的时，连个暗暝都念啊，所有我指山的，只我放开放开放开，放到最后一支山的时啊，我心念中道。 直冲直去，一定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。哎，放开呀！咱脱开这壳，咱到回归自己净土个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咱最后个关键是非常个重要，爱冒险，毋是我做歹代志个冒险，又要家己在上，又要家己心个死啊！咱爱冒险，爱意志。 坚定。那过来，第四号，第四号，在成功的最后关键的时刻必须坚持奋发努力，再三的强调。咱人成功的关键啊，最后时刻啊，咱要坚持。那么做一件善事嘛，我善做，做到尾人阿哩讲东讲西，咱最后时要坚持。 啊！坚持啊！咱爱奋发努力，咱的人生是自我主宰。若是讲有益我大众未来，会当有益社会人类大众诶事啊！我一定爱坚持我诶见解，坚持我诶原则。咱一直一心一起去做，咱毋通受着人周围诶障碍，迄者咱诶压力，咱诶魔折。 所以河南三星就个退道而心啊，各以什方成啲事，所以咱已经甲咱开始啊，是咱讲咱生命嘅本质，啊，咱生命嘅原动力，啊，所以咱爱好啊嚟研究一部一经心法，包括系当地五奥，当地五奥，在成功嘅最后关曲，关键时刻。 应当明治、中央、诚信、谦虚，以号召贤能，巩固团结，是以长治久安啊！咱的最接近成功，也是成功的时。啊！咱爱明治，爱有智慧，做代志爱中央，哈，咱爱诚信，把握着诚信。 啊！而且爱谦虚、谦逊、谦虚。而且呢，爱号召成人，咱就亲近有智慧的人。哈啊！全、啊、国团结，众志一心，拿咱新的政府。哈、啊，那么当一旦成功了，被选起来做咱这咱的总统了。所以，那么一做到伊明智，中央，哈、啊，有诚信，有谦虚。 然后号召集咱的新政府的团队来为大家服务。加上九了，应有尽人事，听天命啊！哈，成功不必在我，的胸襟，咱爱尽人事，咱爱打拼，爱认真。哈，咱听天命，莫违背天意，莫违背良心。哈、哦，而且呢，咱成功不必在我的心啊，一切。 真天命，认真去做，我相信咱会永远成功。咱未过开始踏入，一、就、个、是、失败的因果轮回啊！啊，今日时间的关系，甲加些段落，祝福各位。